我家里还是 我也真的觉得我是从小被你照顾到大哎、欸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就是被你照顾到高雄巨蛋来了。是是是，这个是小事，这个小事，观众喜欢你啊，最主要是。因为呀，没有，不是小事，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事。哎，什么代志？你为什么要邀请我来这里啊？很多了，嗯、你别急啊。哦，不讲了。还有两个小时啊。话说在很多很多年前，哇，没有了，真的很简单。我们苏慧伦的，我们平常叫她的外号叫苏小妹，你就知道她的一个整个形象，跟她真的是入行的时候的那种年轻的感觉。不是。然后我真的看着你长大的。对。我就看着你后来去结婚，然后当了妈妈。嗯。然后也因为这个母性的关系，这个伟大的母亲的那个驱使她。阔别的舞台有一阵子了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，蛮长一段时间。对，现在终于到你，终于可以小孩子也都可以放心放下来了，终于有机会让你上舞台来，我就要找你了。再一次欢迎，掌声欢迎苏小妹。谢谢，谢谢华俊哥哥。不要饿我们太久。现在叫我小妹的人真的不多了。对对对，一定。呀，因为骨灰级的才知道这个名字。那个慧伦准备要重回舞台。而且你准备应该你在高雄有演出嘛，对不对？嗯、请永远记得，是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跟我的乐队都很闲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他现在才知道我是来拉生意的，万一什么特别来宾之类的哈，这个你随时都找得到我。好，但是我有一段是缺那个跳舞的那种，您。我可以演那只雕了。